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刀叔史记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洋葱丝拌香菜的做法，简单易做，清爽可口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把洋葱一切两半，并把洋葱切成丝，把几颗香菜切成小段，最后切点小米椒、红椒丝和蒜末，把蒜末、小米椒、红椒放到盆里，放一勺盐、一勺糖、适量生抽、白醋，最后倒点蚝油和芝麻油，并把调料拌匀。调料化开以后，把洋葱放到盆里转一转，颠一颠，把洋葱拌入味。拌好洋葱，把香菜也放进去一起拌一下，就可以装盘食用了。简单又好吃的洋葱拌香菜就做好了，快去试试吧。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赞转发加关注哦。